家里上米饭不要凑着吃，咱给大家做一个新吃法。我来加点盐，加点花椒粉，加点十三香，我这倒点水，我这调料化开，我这调料打到米饭上，搅拌均匀，加上淀粉，加点土鸡鸡蛋，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，再加点面粉，再给它搅拌一下。树上抹点油，先给它团一下，再给它按扁，像这都可以了。放到盘里摆用，上边撒点黑芝麻，锅里打点油，油热给这米饼下去，炸的米饼两面金黄，可以出锅。这米饼吃着外酥里软，可好吃。虽然我这牙叫嗡嗡的，吃不下了。芝麻香喷喷，早早吃过，真开心。